下面呢，进行第二段第二个组合，也就是全套第四个组合的分解教学。这个组合是从第十九洞白河酿翅到第二十四洞的贵妃醉酒。我们还从上个组合的结束之势顺水推舟讲起，这是第十八洞顺水推舟。下面一二三，这是白河酿翅啊，从顺水推舟开始啊，一啊，身体左转，扇子啊，前端先击左小臂，再击右腿的啊，连击一二啊，这是一二，右脚向右侧跨步，身体微微右转，然后散步虚步，左虚步完成了白河酿翅，右上举头的右侧上方略高于头，上沿朝左，左腿是左虚步，比重是后腿是八，前腿是二，膝盖微曲，左掌按于胯盘，眼睛平视，这是白河酿翅。下面从第十九洞的白河酿翅到二十洞的羽扇滑桨，一提腿左转，侧步滑桨，提腿和右背的往左的摆动，左画弧同步，然后落步以后，第三走画上沿，再沿着身体的右侧下方画一条线，好像在江面上画一条线一样，后座画弧和亮展同步完成的羽扇滑桨，收上一二，上左步向左斜前方上步，三叉右腿呈歇步开上亮展，完成的银月花开啊。从羽扇滑桨开始，一是收上，我把这个方向做一下啊，羽扇滑桨，一收上右转，二上步走开上左转，开扇亮展呈歇步，同时完成的银月花开，好像对着月亮花开一样啊，银月花开。下面是白蛇吐信，上右步啊，收腿收上一，出左腿四十五度，然后左弓步下击扇，左弓步下击扇，我这个角度做啊，左弓步下击扇，收脚翻扇，出右腿右斜四十五度，再下击扇，力大上沿，上沿的高度几乎与膝盖同高，这是左右的白蛇吐信。下面二十三个动作，玉女穿梭，从这里开始，收左脚翻扇，出左腿向左斜方向，左斜上方击扇，完成的玉女穿梭。这个角度朋友们再看看，一收腿是翻扇，二出腿击扇，上沿几乎与头同高，左掌亮于左侧上方，完成了玉女穿梭。下面第二十个动作，贵妃醉酒，朋友们注意看，一重心后坐，二退左步翻扇，三右手往后，右背往后画弧，左背往前，然后合右脚，脚前掌着地，上沿对着自己，略高于头，扇子和右腿几乎是一条直线。贵妃喝醉酒，贵妃醉酒，贵妃醉酒。朋友们再看一下，从这个角度开始，一后坐翘脚，二退步翻扇，三画弧，四合，这很形象的贵妃醉酒。我这个角度的给朋友们做一下，从这里一二退步三画弧，身体微微的后仰，
对，就眼睛看，善言的放下。啊，善字跟这个手眼身部，啊，手眼身部上要协调的配合，成为一个身善合一，善手眼都要完全的一同步的进行。好，这个组合先讲到这里。